下面我把小红拳完整的给大家演练一遍。 方便教学，我们现在把小红拳分为六段，我先把第一段给大家演示一遍。 先把这个少林拳它的含义，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练习的少林小红拳这一套含义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大家看到了，我刚才一开始练拳的时候，有一个两掌分开向前两侧之后，合于胸前。 这样一个动作，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，认为我只是一个佛教徒，行这样一个礼节，其实不是。大家可以看，我这两掌慢慢的由两踩向两踩托起，慢慢的向上，这个意思就是运气。 把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气息气场集中于两掌掌心，之后慢慢的聚于头顶，如同在头上方托一个气球一般，之后把这个气球合于这个两掌掌心中间，放于胸前，平心静气，出一口气，这。 既不是社会上所说的气功，也不单单是佛家所讲究的这个合掌理解，它是这个大自然中一种气场气息的这个练习的一种方式。当然，这个被我们佛家所发现，我们佛家一般的话就是见人这样，好像是合掌经历。 但是这些其中包含着吸收天地之间的这纯净的净化了的空气，起到身心健康的作用，把这个身心健康之后回转给对方，回转给大家，又加上我们外来发出来的一声念一声，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是南无观世音菩萨。 这是口头的形式，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内心的这个气场，这个释放给对方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动作。凡是少林拳，一般的第一个动作都应该是这样的。
就是在起事之前一定要先两臂自然伸开，合掌由头顶前上方摸下来落到胸前。那么这个再说这个小红拳，我们少林拳有一句谚语叫做小红拳为百拳之子，大红拳为百拳之母。小红拳可以说是从大红拳中延伸出来的，但是我们练习少林拳第一个必须练习的就是小红拳。为什么呢？少林拳小红拳中集中了少林拳中的所有步行步法，它这个弓步、扑步、马步、顶步、虚步，招招式式比较分明，讲究一招一式交代的比较清楚、比较明白。练习小红拳，大家看出它是比较简单，但是这是我们的基础拳之一，也是练功夫的拳之一。练少林拳练得好坏，我可以说，从你练习小红拳就能够看出来，你练习小红拳这个水平，也能看出来你练习这个整个少林拳的这个水平如何。所以我们这个过去的老武术家、武术前辈以及少林寺的这个历代高僧，对少林这个小红拳练习都是非常非常重视的。那么我们这个小红拳呢，也流传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，具体有多长时间的这个历史不是我们这一节课所讨论的内容，我们这一节课只是讨论这个少林小红拳的教学。两掌平放，放于两腿拆，两脚呈自然式站立，也不要求立正朝夕姿势，也不要求两脚一点不分开，很自然地站立。站立好之后，平心静气，先把自己的内脏气息给熨平调息好之后，两掌从两腿外拆，缓缓地伸向两边。这个时候其中一念想象天地之间的空气，把它净化了，吸于自己的双掌之间，在这头顶前上方形成一个强烈的气流气场。这时候抱球于双掌之间，合掌当胸，这是第一个起身预备式的动作。凡是少林拳中的预备式动作，一般的情况下应该是这样。那么少林小红拳中的第一式预备动作，两脚自然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手抱拳于腰间。其实我们叫做运气，也就是调理自己的脾脏、身心、呼吸。双脚脚后跟离地，双手缓缓地由腰间抬起，抬起至胸口，胸口下方不要超过胸口，往往容易出现偏差。这时候这是提气按气，往下按下去，接下去之后再抱于腰间，形成一个气流。双拳抱于腰间的时候不要这个样，应该太开太远，这样的话就不举气，卸了之后你练拳就没有力气，所以它要立得靠近一点。这是少林传统拳的脚法，我们这一次练的是少林传统拳，所以我们就按照传统拳的那种方式来进行练习。这是预备动作，现在我把起身
与为师带领大家一块做一遍。右手和左手同时在自己的丹田前上方汇合，右手摘上，左手摘下，双掌轻轻地击打。现在我把第一个动作带领大家一块做一遍。右手由胸前缓缓地向上翻滚着举动，举于头顶前上方，左手向下缓缓地打于左腿前外踩，左掌掌心向外，这是白云盖顶这一个动作。我现在再给大家完整的做一遍白云盖顶。现在我把白云盖顶这个动作和大家共同的演练一次。上桌步腿桌掌与腿桌掌必先出右掌，这是少林拳的特点，叫滚出滚入。无论是哪一个拳或哪一个脚，要想出桌的先出右的。我把这个动作给大家完整的做一遍，从白云盖顶开始。现在我把这个动作边讲边做给大家示范演练一次。弓步腿掌，我们从白云盖顶开始，抬左脚向左前方跨一步，出左手先从右手中间出去，左手右右手手小背内踩打出去，左手手掌来回滚动，滚动着肘推出去，手不要伸直，不要打出去打直，也不要这个样，而是要立掌，这个地方要有一定的宽度，左手抱于腰间，拇平视前方，双脚脚尖稍微离口，一句内气。下面我把弓步腿掌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演示一次。右手由腰间伸出去，左脚收回来，收到右脚脚中心，
左脚点地，左手向下方打，右手向上方打，双掌右掌变拳，头向左前方看，目平视前方。下面我把下一个动作三步腿掌给大家完整的演示一次。三步腿掌，上左步，左步向左前方跨一步，左手向上放于胸前，右手向下也放于胸前，左手仍然是由这个右背里面滚出去，这时候双拳缓缓地变掌，弓步腿掌，仍然是双脚脚尖离扣，撑左弓步，目平视前方。下面我把三步腿掌跟大家一块演练一次。下面我们做下一个动作，转身扳手，向右转身，左脚拧地，右脚抬起来，垫步，垫步就是在原地不动，抬步抬起来再落地，左手由左胸前抬出，右手由左手手背内踩翻掌出去，手心向里，手臂向外，以击打对方的面部，左手放掌于左腰，腰外踩，目平视右手，变成右弓步。下面我把转身扳手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。下一个动作，上步腿掌。我现在把这个三步腿掌给大家讲解演示一遍。上左步腿左掌，左手由右手背内踩推出去，右手手尖和自己的鼻尖向照应照齐，目平视前方，变成左弓步，右手合掌，右手是掌抱于腰间，掌心向上。下面我把上步腿掌和大家一块演示一遍。下一个动作，转身捧腿。下面我把转身捧腿动作给大家边讲解边演示一遍。转身，左脚向
右转，向右转身，左脚抬起来，双手由腰两踩向外拨，拨了之后转圈翻掌，翻一圈之后碰到这个左腿前上方，目平视前方。下面我把外白练右斜行给大家完整的解说演练一遍。左脚落地，双手变拳抱于腰间，右腿由前上方向右踩画弧，双手由腰间发出，又开始两拳变为转身引掌，同时击打右脚脚面，之后落地变成马步，变成马步以后再变成斜行，拍腿马步右斜行。下面我把斜行中间的过渡动作马步给大家反面做一次。下面我们把上步右斜行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。我把右斜行反面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。下面我把小红拳第一段给大家完整演练一遍。下面我把小红拳第一段和大家一块演练一遍。下面我把第二段给大家演练一遍。下一个动作压手缩身，下面我把压手缩身这个动作给大家讲解演练一遍。右手向下压，左手从右手里面
跑出来，由步向离合，合于左脚脚心中间，变成顶步，头向右前方平视，则叫做压手说身。下面我把压手说身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演练一次。下面我把上提下扎给大家讲解演示一遍。站起来，右脚向前跨一小步，左手握拳抱于左肩膀外拆，左脚由下方向前上方踢，右手向下扎，这个动作叫上提下扎。右中间过渡动作变为马步双抱拳，马步双抱拳之后，下一个动作就是叫做左斜行，马步同时向左转身，双手右胸前向左前方延伸，变成一个左圈左半圆，两个胳膊架平，这种叫做左斜行。我把左斜行给大家一块演示一遍。下一个动作瀑布掠手，瀑布由左拱步变成右瀑布，身体右左向右转动，两手右拳变掌，在地面上落着地面向前扫出。现在我把瀑布落手和大家一块演练一遍。下面一个动作，狮子大张口。下面我把狮子大张口这个动作给大家完整的讲解演练一遍。起身由瀑布变成右拱步，左手由左右前上方向前当架，右手放于右膝盖前上方，左手在自己的头前上方，以保护自己的头不受伤害，两眼平视右前方。下面我把狮子大张口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演练一遍。
下一个动作三步齐行，上一步一个手向前转动一尺，第一个先上左步，上左步左手右自己的头前上方一直向后方绕动，这时候上一步重拳，再上第二步，上右步，右手在右摇柴向头前上方绕圈之后跨一步冲出去，两手同时滚出去变成顶部，这叫做三步齐行。下面我把三步齐行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。下一个动作马步单边，下面我把马步单边这个动作给大家完整的讲解演示一遍。左步向后跨一步转身，两手握拳放于胸前，目平视前方，之后像睁开绳索一样睁开，架平两个胳膊和肩膀同高，两目平视前方，这叫马步单边。下面我把马步单边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演示一遍。下一个动作抱手说神，下面我把这一个动作边讲解边演示一做一遍。左脚收回，收到右脚脚中心处变成顶部，右手向左胸掏插，左手穷右手手背里面向下击打，右手向上击打，同时头向左摆看平视前方，抱手说神。下面我把抱手说神这个动作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。下一个动作上步双枪手，上左步，左步和右步同时向前上方跨一小步滑动，这个时候右手和左手同时会于腰间发出向左前方猛然射出。下面我把三步双枪手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示一次。
下面我把第一二段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。
决这个危险，需要传播、发扬和光大，保留传统武术，